丁彦雨航征战 NBA。 苏群透露，小丁前往美国或签约快船、国王。中国篮球运动员丁彦雨航早已前往美国康复，说不定哪天就签约快船、国王队了，希望到时球迷不要惊讶。丁彦雨航如果去快船，理论上快船就拥有三个 MVP 级别的锋线球员，他在 NBA 球季提升的上限肯定更高。周琦刚灰溜溜的回来，小丁就准备征战 NBA。 中国篮球人才输送不能断档，没有虽然就不会闹出这么多事。如果虽然真能给小丁争取到 NBA 短工合同或者无保障底薪合同，也算是圆了小丁一个 NBA 的梦想。虽然作为国内篮球市场中数一数二的经纪人，若想帮助小丁扭转局势，就看 NBA 这一步该怎么走了。希望小丁能早日回归赛场。